草裙舞小舞者登台，带来可爱的舞姿，真正夏威夷风也吹进了丰原的这间百货公司里。刺激低迷已久的买气，百货业者抓紧父亲节档期，将周年庆、母亲节才有的人气回馈满千送百，加进活动，更加码推出了抽抽乐，最大奖是前往夏威夷的旅游基金。今年是要送爸爸去度假，所以我们今年呢，只要满1000块，大家都可以参加抽奖。那抽中的记得要送给爸爸。我们的最大奖是我们夏威夷双人来回的旅游金，这是我们最大奖。其他奖也都是很度假风，比如说我们的乌克丽丽啊。父亲节遇上暑假，也正是亲子消费的大档期。而台中的这间购物商场就顺势的将台中首间复合式保龄球馆引进商场内，拉动人气。500平的空间下，大朋友可以尽情的打保龄球，小朋友也可以同乐。再等比例缩小0.66的迷你版来试试。你打了几分？17分。下次还会再来玩。不喜欢在大热天练头，在这里也可以体验。还有，雷射迷宫是要考考你的聪明才智。有一些线看不太到，怎么办？就。几乎都要一直低头这样，有一点。我们今年是预估可应该说7、8月，整个7、8月大概会到400万到500万左右。希望跟亲子拉近距离，在装潢上，业者也砸重金买下36版权，让可爱的卡通人物陪着大家一起来运动。迎战父亲节跟暑假，各馆祭出了多方行销，抢人潮跟钱潮。记者林嘉桦台中采访报道。